攻打阴风谷可是大功啊！您刚刚接任，正是需要服众的时候，又何必将这个大功让给丁隐，让他去抢了这个风头？你觉得丁隐真的想去立这个大功吗？你太天真了，何庆，我不让你跟着丁隐，即使救你一命。为师不是教过你吗？鹬蚌相争，永远都是渔翁得利。所以丁隐现在嗜杀成性，他要攻打阴风谷，那绝对是一场惨烈的厮杀。 我为什么要去掺和呢？那师傅的意思是，这次一战肯定是有去无回。从此蜀山就是我公孙无我的蜀山，再也没有人能压在我的头上。萧小姐告辞了。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将阴风谷所有门徒都撤走。如果丁隐攻打过来的话，他只会看到一个空的阴风谷。那你怎么还不走？我当初留下来是因为你，你都没走，我为何要走？估计蜀山的人今天晚上就会到达阴风谷了。我先前派出去的手下打探到的消息，已经有先行一波出发的蜀山弟子，开始在谷外搭营帐了。 来得真快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毕竟他们是为了毁灭我们阴风谷而来。玉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如果这次丁隐真的断情绝欲，你下得了手吗？我不知道。让我去替你做。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替得了的。我要出谷一趟。 你要去找他，我和他之间必须有个了断。是不是青云跟你说了什么？我已经不是我，一切都是因为赤魂石。赤魂石的魔性再大，而你身上总有一个元神是善良的，可这个善良的元神，就连我爹都无法取出来，不是吗？人只要有一点善念，就不会堕落的。你也一样的，对不对？ 以前那个定义都是假的。在这之前，他是被诸葛玉我，还有绿袍一手培养出来的。每一个决定都被他们在背后牵线操纵着，根本没有自由。 只可惜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我现在可以报仇，不管有什么阻力。你，那不是报仇，是屠杀。你是为了阴风谷。 过来杀我的！我不会杀你的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全部都想起来，想起那个曾经宁愿自己受伤，也不愿意他人流血的丁隐。想起当初那个让我爱上的定义。 你还记得我，对不对？我记得，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。我记得你的好，我全部都记在心里面。第一，只是，如果你愿意投降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不杀你。 明天战场上见吧。玉儿，怎么样？丁肯不肯听你的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丁他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你根本就不用想能从他身上得到任何。不要再说了！那个方案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玉儿，你是当真狠得下心？ 电影这次带来的蜀山弟子，与以往不同，他们都修炼了血影神功。想要困住他们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替你安排。上来吧。 怎么还有人没走？这8个人。 是英风谷剩下功夫最好的，他们不愿意看到被攻打之后的英风谷被夷为平地，更知道这是场硬仗要打，所以他们自行决定留下来帮你。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，你就留下他们吧。 不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五鬼天王都愿意追随小姐左右，听从小姐差遣。 我等愿意听从小姐差遣。玉无锡，谢过诸位了。报告丁长老，弟子已经查探过迎风谷了，里面好像没人。你觉得他们若是要反抗，会是我们的对手吗？丁大哥，当心有诈。 之前我们救你的时候，曾经从阴风谷的后方潜入，那边的地形我很熟悉。大家听令，不如正面进攻阴风谷。是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是说过，无论我做什么也会支持我吗？ 玉姐姐，还是你了解丁大哥。他完全不相信我。蜀山和阴风谷的命运，现在全压在你这盘赌局上了。玉儿，你不是要跟我一决高下吗？怎么当了缩头乌龟啊？收拾你，哪儿又脏了玉儿的手？ 你打也打不过我，争玉儿也争不过我，还真是失败呀！你爱走弯路我不管，可是你对玉儿不好，我就跟你没完！ 我说过你打不过我。玉姐姐，丁大哥已经入阵了。青云，这烈焰阵开启之后，一旦触及，非死即伤。丁隐他应该会顾及蜀山弟子，不会轻举妄动。你我就趁此机会，劝他就范，希望他回头是岸。 那如果还是不行呢？那就只有杀了他。 丁大哥，投降吧！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竟然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会和魔宗联合起来对付我。我以为你身为蜀山弟子会有点自尊。不，他只是不想看你继续沉沦下去。丁隐，这烈焰阵是宗主引地火炼制而成，出者灰飞烟灭，你出不去的。是吗？ 只是一点点小的手脚，让他们更加适合于战斗。这样的话，不是更有看头吗？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浑身就像被火烧了一样，可是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疼了，只是浑身麻木。好像这个身子不是我的了。丁大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？我哪里残忍？他们成为不知道疼痛的血偶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他们该为自己感到骄傲。你疯了吗？为了赢，居然连自己人的性命都不顾。谁说我想赢？你放弃吧。 别再让无辜的人受到牵连了。最无辜的人，不是我吗？我根本不需要什么输赢成败，我只要看到死亡，看到蜀山和阴风谷全部同归于尽，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。丁隐，你不是要报仇吗？ 说好了，一决高下。今天你我恩怨一并解决。喂，你这样做杯水车薪，一点用都没有。 这个阵法到底有没有办法解除？这是我们阴风谷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开启，无法解除，就看玉儿能不能抵抗得了丁隐了。 全世界的人都在欺骗我，你也会对我真诚相待。现在看来，你根本跟他们都是一样的。丁隐。 你停手吧！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会对任何人手下留情了。那你答应我一件事：如果他体内的魔性真的无法去除，就帮我杀了他。 如果他能清醒的话，他是不会想要这样活下去的。你放心，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，我绝不会手软。第一，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机会了。 丁一，你还记得这些吗？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对我不离不弃。我丁颖一生能够遇到你，人生何求？苍天为证，我丁颖。 祝你爱你，一生一世，携手白头。 在遇到你之前，我同样怨恨这个世界。是你让我学会了微笑，让我学会了去相信别人。是你让我学会如何为别人流泪。告诉我，到底该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？ 我的心是你为我打开的。你说你没有了心，我愿意把我的心还给你。双蜀山弟子，马上盘膝打坐。快！ 蜀山的师兄弟们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这场没有意义的争斗，该让它结束了。大家只是被赤魂石迷惑了心智，才会拿起手上的剑。是时候放下了。蜀山已经流了太多的血。 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同门，不可以再有任何的牺牲了。蜀山的小周青云长大了，很好。师妹，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要不要我去看一下丁隐？如今，丁大哥有玉姐姐照顾，应该不需要我们了。 张琪师兄，我们带着师兄弟们一起返回蜀山吧。众位师兄弟，咱们回蜀山。是。玉儿。 玉儿，玉儿，蜀山的人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他怎么样了？ 死了吗？没有，他就像睡着了一样，怎么叫都醒不过来。噬魂石的魔性不是已经消散了吗？他怎么还会这样？紫青双剑合璧，应能破魔。可是如今只剩下青锁一把神剑，而青云又将所有的噬魂石都打散了，一般的元神都消失了，但是丁隐体内。 还有一颗带着善念的赤魂石，正在努力和剩下的赤魂石对抗着。可是他的身体消耗太大了，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玉儿，既然赤魂石还在他的体内，那谁也不敢保证他醒来之后还会不会变成像之前那个疯狂的样子。 保险起见，我看不如把它给……不会的，我给他看了我们晶石里的一切，我看到他有反应，他还记得，他还记得我们的所有。那又怎样？你看他现在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天下之大，一定可以找到治好他的办法。那要是治不好呢？ 你难不成耗一辈子的时间，就为了等着他？当初他没有放弃我，如今我也不会放弃他。就算要我等一辈子，我也愿意。喂，就送到这儿吧。你再这样送下去，我可真要舍不得你了。舍不得最好，反正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你看家护院。五鬼，哎，好了，跟你闹着玩的。我会把那些门徒都叫回来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照顾好他们。倒是玉儿你，你真的不需要再加派一些人手跟着你吗？ 如今蜀山落入奸人公孙无我手中，他必定会派人四处寻找丁隐的下落。我身边带的人越多，反而越不安全。你总是这样，喜欢一个人扛着。现在这么多的变故，你一个人扛得下来吗？我娘曾经跟我说过，因为苦过，爱才会更甜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的。 丁一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月儿曾经可是答应过要嫁给我的。你最好给我争点气，赶紧给我起来，光明正大的跟我打一架，我还就不信我打不过你。这辈子你就别做梦了。你跟我讲过，这辈子不行那就下辈子，下辈子不行那就下下辈子也行。月儿，我会在迎风谷等你。 反正那些门徒也是无家可归，我会和他们一起等你回来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路上小心。 乌龟，好好看着神宗。 另外，还要麻烦你派人暗中打探失落元神的下落。嗯。驾。月儿。 知去向是跟随前去的弟子带回来消息，说青云早就跟魔宗妖女暗中勾结，在阴风谷设下陷阱，联手将丁莹打伤。还听说青云用青锁剑将他体内的赤魂石元神打散，现在丁莹落在魔宗妖女手上，散落的元神不知去向。那其他弟子呢？青云和张琪正带着他们日夜兼程地赶回蜀山，应该很快就会到。 丁隐受了重伤，正合我意。不过赤魂石不知去向，太可惜了。那师父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哼，你以为呢？菜，哎，慢吃啊！哎，客官，您吃什么呀？哎呀，帮我下一碗素面。不要提了。另外，熬点粥给客房的那位公子。哎，好嘞。可谁知道边境流行起疯病来了，还好我碰上了百草神医呀，要不然我这小命可就保不住了。这塞外再往西呀，就是被封印的天域魔地。这年头吧，本来就不太平，现在又闹什么疯病，哎，我看。 我们还是回家种地得了，我看也是。是。几位大哥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刚才你们说的疯病究竟有何症状？还有那位百草神医究竟是何方人士？啊，我有位朋友得了类似的怪病，我带他访遍名医都没有办法。哦，是这样。那得病的人不是我，不过，那发病之人就像疯癫一样。 两眼发红，见了人就攻击呀！我运气不好，差点被打死。不过我被百草神医所救，他可真是妙手回春呐！哎，我这全身的骨头断了18根，可1个月不到就能下地走路了，真是神奇呀！是啊，那得病的人呢？也给治好了。不过那个人醒来之后。 还以为自己是撞了邪了，撞邪？这世间竟有这种怪事啊！是啊，听说这2天封印不稳，经常有妖魔鬼怪跑出来，难不成是给天域的人下了妖术？嗯。以这几位客商所说的症状，应该就是元神附体无疑。如果说那百草神医真的这么厉害，说不定也能治好丁隐的病。 小宝，玉姑娘，怎么是你？你是？是我，张馅饼。我暂时稳住了他体内的元神，相信他很快就会醒过来。多亏你了，校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当日都以为你已经死了，丁隐为了你差点和丹蝉子决裂。 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！当日在青虫山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们为何又跑到塞外来？